趴下来听不懂啊！别枪给阿皮，趴着啦！弄什么你？不要送啊！啊，什么东西啊？跟这个小姐同志吗？啊，你叫过来啊！嗯，你叫过来啊！好，过来干嘛？你叫过来吗？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怕。阿姨，我跟你讲什么？讲什么？他说，我问我是不是那个前妻？对。然后要先给他三万块。啊，没拿呢。要给他三万块哟。啊。要给他三万块嘛？哦。对啊。你不要上，你要给谁？你要给谁？是那个，你不是说我前夫欠你？你都在地平都要扣三万块啊，对不？人冇够。对啊，刚才人家也讲了，你跟他要三万哦。平白无故，你跟他要三万干嘛？无，我来这水里中啊。我照程序来行。